谢谢大家，我在下面很害怕，我就怕你把我拽上来跳舞。我还是喊上了啊，谢谢庚哥，我今天专门赶过来，因为今天虽然是广州的最后一场，但同时呢也是本轮你好疯子演出韩庚的最后一场，也希望大家掌声欢迎。 当然，接下来在全国的巡演当中，也非常欢迎庚哥归队。然后在这儿呢，因为今天非常感谢广州的朋友，然后在这儿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告一别，因为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去哈尔滨，还要去长沙，去很多很多的地方去演出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小年轻剧团的你好疯子，谢谢大家。 好，我们每一个人还是照旧，每个人说一句话，好吗？给观众，亲爱的观众，谢谢广州的观众朋友们，然后我们的疯子马上开启巡演，也希望你们能多多的关注，然后也感谢每一位曾经演过你好疯子的演员，然后我们一起这一次也特别感谢庚哥，然后我们会继续加油，随时等你回来，爱你庚哥。 语文老师啊，历史老师说完，语文老师说，非常感谢今天到场来观看你好朋友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后争取，不管是小年轻的团队也好，包括我们每一个演员，都争取会带更多优秀的剧目来到广东演出，谢谢大家。吕璐琪。 跟大家一起在舞台上，跟大家一起同呼吸，对，是吗？都露着笑呢啊！对对对，我还是挺舍不得这舞台，舍不得这个大家的，真的，这是说实话。我再说个广告吧，对。
所以后面确实因为疯子还是继续在全国路演，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多发发微博，发发朋友社交圈，来去宣传这个疯子，让大家都记住这个剧院。因为确实我呢是一是9月20号呢特工任务的在爱奇艺会放，所以我也在做宣传。完9月28号前任攻略4英年早早婚也是在电影院，也先跟大家经常见面。好，感谢杨哥，感谢广州。